点解条牙线好似唔受我控制咁嘅？你手指同手指之间接牙线太长，如果移埋啲短啲，令手指之间维持喺两厘米咁嘅长度，就会控制得好啲噶啦。而你要用拇指同埋食指嚟控制，一只手嘅手指拉向口嘅外面，另一只手嘅手指就放入口里边拉。整唔到条牙线入最后面啲牙嘅牙罅喎，啲手指要放入口里边。贴近只牙嘅两边，咁先至可以控制到条牙线嘅。条牙线先入牙齿轮面之后，由边个位置开始清洁呢？将条牙线落到牙肉最底嘅位置，意思系落到你觉得落唔到为止。你会见到条牙线掂到牙肉嘅，只要你前后好似拉锯咁，慢慢推入牙罅，就唔会整伤牙肉噶啦。落到最底嘅位置之后，你就可以上下刮几下，将积喺度嘅牙菌膜清走。点样可以将牙线紧贴后面扣齿嘅轮面呢？当将牙线左右拉动，线咗入牙罅里边，条牙线落到牙肉最底位置嘅时候，就将牙线拉向一边，好似包住咗嗰边嘅牙面。上下拉动清洁完之后，再将牙线移离牙肉，今次就将牙线拉向另一边，包住另一边的牙面，同样上下拉动咁清洁。